大家马上买了多少？4000啊！财神又买4000元。哎呦，这应该是我输的最惨一年。不好说。你的装吗？500万耶！五万吗？五万吗？2500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姐姐。大家好。对，我们之前就是有跟朋友讨论说，这种刮刮乐究竟是商业的骗局，还是真的幸运之神落下来你就可能中大奖？结果我问了所有朋友，真的有一个朋友他曾经用2000元中了10万元，所以我相信幸运的人跟在他旁边一定也会幸运。我们今天直接带这个曾经中10万元。厉害的幸运者，他不只是中10万元，他常常不小心刮中3000、5000，然后甚至前几天他不小心刮中10000块。没错，不小心，直接来带他实际去刮。你知道他都怎么看刮刮乐的吗？他都是用眼睛看，然后他说会亮，会发光。那一张是亮的。个人是认为应该是财神直接跟着他，所以他看什么都亮亮的。对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厉害的财神附身的人，今天随便买，跟着他随便买可以中多少？出发，你选几号？我选的是007。音乐请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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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的音乐库音准不好。噔噔噔噔。花开你的人。噔噔。哎，哦，哎，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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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，继续。1000喽！开呀，开一撮一点，多一点。要两个吧，要三个一样的。三个，傻眼了，笑到什么奸诈的笑声啊！我的号码，幸运号码有13跟11。哇哇哇！目前最旺是我吧？对啊，要不要再我来？听说我很旺，要这一张。这是必中的，100%。对，所以我等一下就一定中，刮出来就是没有，不会摆吧？不会吧？幸运号码，100，10号，29，加油，加油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来了来了来了，500万，老三跟财，不会吧？真的没有哎，又中箍哎。崩溃！如果大家有看我们抽一番上，就知道这家伙的运气不是盖的，兔耳都跳出来了。他今年旺到不行，来吧，叫旺仔。200，幸运号码5号跟13号，5号跟13真的是我的幸运号码。13，200，我的原版。0，我的原版43，49。50，53，44，41，来了，200，48，44，有，200，45，47，好，没有，21，22，200，1000，对不对？1000块，5号还有1000，还不错。然后妹妹刚刚也买了一个五路财神，为什么你选38号？我觉得38这个数字特别旺，因为388888888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38妹妹有没有888。行，看她是尾数，371，37+1，38。OK， 很棒哦。旺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财神爷笑不笑？开玩笑了，哈哈哈。他先跟你说好，他不开玩笑。一个数字零，很好。幸运号码，你的号码25625，五，500，500耶，很棒耶，很棒耶，这是唯一没有跟你开玩笑的，谢喽，财神，财神，唯一没有开玩笑，这是我们的加码，换你换你，你大家马上买了多少？4000啊，财神又买4000元，哎呦，这应该是我输的最惨一年，不好说，500万耶！五万吗？5000吗？2500万？1000很棒耶！哎，我们财神爷不好中哎，还可以中到1000。这个人家正在默默的在那边。
看到他后面有个鞋，他是入魔了，你知道吗？经过多次上诉之后呢，终于中了5000块。但是他中5000，可以回家了。好，那我们刚才最后有中5000的数字是3号跟6号，这次感觉还是有点小亏钱，就是没有赢太多。可是我相信那个运气会累积，可能这边是亏的，但别的地方会中，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得到专属于自己的幸运哦。